家人一代征收因缘如何解决？我那是爱靠咱的如来释迦牟尼，伊的佛经的感化，是毋是今仔日会当解决？咱来看后台。孙悟空水不粉赤。所以日本时代有讲这个掌中戏啊，吼，掌中戏就是用这个手掌，拢总无什么器官伫咧表演，无论伊的手掌，无论伊的脚踏，无论伊的腰身，伊甲伊腰头种种的动作，拢总是靠这五支镜头啊，所以表演了非常，人伫咧讲，这布袋戏哦好看，好看伫倒位。好看一些红的动作，就是拢生生不息啦，就是甲活人同款。所以咱即摆要来做第二段，就是海大老祖师咱五洲开基元祖，伊所上喜爱的戏术，伊戏术甲别人无同款，而且呢，伊的倒拖倒斩踹用啊，这招算讲真秀真秀。相信各位拢有看过吼，咱台湾的布袋已经是流行300多年啊，所以大家拢有看过就对。现在，要来邀请关公啦，关。黄金是幻想，遥望千里万朵还，马蹄赤兔行千里，刀下车辆啊！孙悟空啊，观物时也。从前在宛城失守，为了做出攻破，必就是做出一外省攻破之后，我当玉三叔，玉三叔之后已经了解五兄老弟都撇在了元宵群中啊，伫湖北，现在离开做新乡，到我二嫂。甘蜜二夫人过关斩将，同时到河北的路径路，我军随车启程。
团协助，来者何定将军蔡勇，蔡将军有何见告？你过五关斩六将，斩死我的外甥啊！现在我对干这兵这么的不朽哦，蔡将军，原来你就是救公报私仇嘛！人啊！可是官府青龙宴，我都不能勇闯，有何多大能来进殿来事啊？安尼好，提高警觉。蔡将军，你见死沙场，你却不是为了做心上之梦，乃是私仇而立之计，一命有何爱哉？希望合作，下个人带你到西方去见到世界。来人啊，随车启程啊！要未死的。我也多谢各位。意如心啦，栩栩如生，听起来就会足活跳，敢若像有灵魂同款。所以你看咧，舞大刀也好，也是讲拍空拳也好，拢总是这手势吼在振动。两只脚同款，两只脚嘛是用手势在振动。全世界上的武戏的专家，伊来咱台湾看布袋之后，有做一个评论。安那评论，伊讲台湾的布袋戏，无论艺术，无论口碑，无论装置，种种都是世界第一。这是美国所给咱评论的哈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总是，我这个感觉是也未够。因为虽然外国人安尼甲咱评定，咱嘛是真欢喜，嘛是做一个鼓励，卖台洋洋自豪啊！啊，伫遐得意忘形，安尼咱的功夫都未进步咧。所以佛祖伊嘛常常咧讲：精益求精，尽力求尽，好利又好，安尼是真真正正的好。唔是讲好啊，食满足啊，满招损。欠受益，咱就较够欠咧。啊，搁人心的改进，唔拄好的所在改进。我相信各位看过的所在，唔拄好的所在真多。所以，我只做着艺人，嘛认真要过来将这布袋戏的改革。以后电影出来、电视出来，就是无同款咯。希望各位多多爱护，多多支持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书言文开始了，由王毅先生所担任演出，钟家人出现咯。哦，今日醉翁我心，真情难忘难回首，恨人无笑伤心事。
着爱来晃动，为着找出伊的影踪，不惊一生伤，一生飘浪。我是风中无力，惊动人到泪中。偏偏拄着心心一起欢的人是你我甘愿。我是来无形影，是无形中的踪影。我知无心一起心心绝情来受尽苦痛。爱好乡，爱好万派，水漂王，好如意贵天心菜，好用金光斗剑光，剑气。这是一个神圣的圣旨，不是你刚经传道之所，神定绝下巴。二虎上身比为上啊，一山难容二虎，铁骨金刚来啊！
当江湖中最美丽、最神秘的女仆军出现咯。不归国的卢伯君究竟要帮助谁呢？两兄怪奴子，恁三人有所不知，因为苏彦文是我崇拜的英雄、喜爱的对象啊。卢伯君啊，你今仔出现在此哦，唔知有。怎么冻都冻要死哦！我惊，唔惊，我咧搞弄弄倒咧，惊要惊，惊要死。龙气啊！你将军呢？南山北山呢？诸葛公在上，万姓参，去管老朽参。哎，我还要参。龙气啊！你真难受，你主过官呢？苏点学甘露，互你接顶骨啦。啊，是啊是啊，苏点是要安怎拍甘露？时间到，答袂出扣分啦。我，啊，我唔说中教员。啊，状元科技只有状元本案以及探花，啊哪里？冻都冻要死哦！气的你是，好啦，我跪，考试，吼！二十，你文章平常不知口才如何啊？主顾官咧问你，你咧拢点点无反应。下尾你讲啥，我拢听无呢。大人讲的是观音啦。袂啊，迄囡仔真热，袂寒。做官人，你讲的观音啦，啊，你若听无，你就叫大人讲甲白话咧吼。下尾请大人你放白。拄咧老师佫放白。两起。现在我出队让你接，
竹林全部搭中，那你就是状元郎咯。哎，下面来一个。红花、白花、秋菊、牡丹花。嘿，红酒、白酒、这些乌头酒。切，转转酒哩，好酒哩。嘿，大人哩，转转花哩，下面花哥哥。切，本官正派。我再来。红花未芳，芳花未红，牡丹花又芳又红诶。嘿，臭屁未香，香屁未臭，咸湿屁搁下尾香，搁下尾臭。垃圾鬼搁嫌无卫生。嘿，下尾大人你出芳，我对臭，嘿芳臭一堆啊。好啦好啦，勉强通过啦。我再来。桌顶一个盘，桌脚一个盆，盘拨落来，盘拨盆也拨唔知盆拍破盘，也是盘拍破盆。哎，大人，你讲卡慢点，我五块给你。注意听哦，桌顶一个盘，桌脚一个盆，盘拨落来，盘拨盆也全唔知盆拍破盘，也是盘拍破盆。哎，大人，你讲话蹲正。哎，来，下尾我来对。树顶一只猴，树下一只狗，狗跳落来，狗走，狗也走，唔知狗惊狗啊，狗惊狗。你讲卡慢嘞，我五块过行。下尾五块去赚回来，爽快。大人注意听哦。树顶一只猴，树下一只狗，狗跳落来，狗走，狗也走，唔知狗惊狗啊，狗惊狗。对你真完整。来，最后这题就答中，你就是状元。哎，还要好来个，朱点和甘露，和你接典故啦。你知公知，唔知公唔知哦。啊，还要。知己为知己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注定学甘露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来，现在放榜，将位置做出来。起的六位状元，老三你是笨蛋，怪奴子为探花。哎，我选一个良时吉日，再带恁三人进京面圣，左右啊，大桥会放，眉山映目睭啊！看会老三，眉山映目睭，进来了哦！对呀，对呀。小子，我咧选恁老母，真可恶！我稍等下给你头痛苦。小囡仔，报名受死来！
哦，你啊，小可读书款啦吼，意思叫我刘明男名。爹娘，你什么人？我就是武德新堂，挥扫天下修金功。哦，原来是修金功吗？赐俺兵都的武功来听，拜好。点头。我兵都一个心烦啊！呀！小金刚一刀在手，手扬空天。乱军鸟犹如斩鬼切菜，势如破竹。修金功，杀尽抛头取寸，切尽飞天路。修金功受伤沉重呢，
伊害伊七栋翘翘十七牛颠倒掉，唔正囡仔你两气的你。哎呀，方才啊，所为各位表演的，就是我内面的最得意的文人，就是王毅，伊是。较早我伫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的时阵，伊就是国策顾问的特助，特助啦吼。演了嘛是袂歹，演了袂歹。来啊，就是拍破，哎呦，个菜，多谢多谢。搁再来这位就是叫阿英啊，阿英唔是咧做兵的阿英，迄阿英做兵袂听话，迄伫电视的阿英，这个就是叫做单眼英。哦，伊粗口，伊粗口足强，所以咱人有当时啊，拢重粗口、重幼口啊。幼口是吕伯君、苏彦文，迄是中等的。苏彦文后幼口又粗口哦，较歹讲嘛吼。啊，其他的即、這个所有的角色，伊演拢足水的，所以我做师傅的人吼，非常的安慰。有一款地主吼，非常安慰，哎，再掌声欢迎。啊，即摆咱换一个节目，就是讲哦，各位可能罕咧看到啦，伫电视看无几届，当然伫舞台上嘛是看无几届啊。这位公牛今年29岁而已啊，五红姨啊吼，迄就是不才的查某囝吼，第一首歌叫要唱啥吼？很多国家啊，要唱可爱女神娘哦，要唱可爱女神娘哦。啊，这站演了后，换本山人哦，亲身再过来演，演个迄尾段，互伊结束安尼吼，安尼好好来，来可爱女神娘黄凤仪，谢谢。比谁更高笑哈？不呀不呀，唔敢。唔呀，你比你比嘛？凤仪。嗨，是我我爸爸拢做客气的吼，介绍我拢做客气的，啊年纪嘛拢兼讲一挂吼，29岁，哈哈。哦，但是有啦，我嘛有定定上电视，有唱过啊，真侪，是唱过袂少即个。啊，电视连续剧的插曲啊，吼，包括最近有真红的这个《天之娇女》，唔知道大家有看过无？叫什么所在？叫是佛教的圣地。对哇，佛教的圣地，未使冤家，对不？什么代志用你讲讲的？啊，若讲未顺行，我再甲你排解。啊，若排解好势，大家拢总一切天下，天下一家，大家拢总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真结实的面子。再次拜拜天下皇城万万万万好笑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后会有期啦，哈哈哈！因为伊能再过来做介绍，我要紧哈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先陪都下陪。
啊，先陪到下陪大家练习，啊，靠大家支持，靠大家拥护，这样吼，大家拢讲是真正优秀的这艺术家，咱大家来支持。今日感谢各位这个热烈来甲咱的啊合作捧场。阿妈佛祖嘛，庇佑大家康宁啊，绝对大家身体真健康，啊天下太平，感谢各位，多谢多啦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。